的记者拉拉，很高兴在中国展开展的第二天，我们为你专访到了新意集团的业务经理 Alan。Alan 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你接受我的专访，谢谢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在整个中国展上呢，看到新意集团有一个很大的形象上改变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这个整个形象大转变，它的整个缘由呢？我们这一次的转变主要原因是在2011年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参展，我们发现了很多厂商跟新意有同样的颜色，跟相似性很高。那我们整个高层决定说，我们要去做一个差异化的表现。是。那进而说，哎，我们怎么样在行销上面做个突破？那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在2年前就开始做准备。那主要的主题就是概念说，从一个专业设备制造厂商转成一整个系统的概念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整合？包括在形象上，包括在销售上，再包括在技术上，要带给我们的客户另外一种感受。那所以说，而且我们计划说，哎，如何去带给客户那种感觉？那是不是从颜色上，从识别器别上，跟整个我们给客户在展会上呈现的效果，怎么去处理？企业的商标怎么去做局部的修正？那给他感觉说，哎，心意真的有在变。那基本上，我们是不是要在颜色上做一个小变动？因为新意是一个辅机制造商，所以说我们在颜色上的选择上，我们选择了黑白，很清楚的定位，我们是一个辅机的角色。是。而我们不想要用太亮的颜色，所以说就很突出，慢慢变成说，哎，我们怎么样在展会说呈现一个很给人感觉很专业、很清晰的角色。推出的是一个 simple solution， 我们希望带给客户是一个很简单、很简洁的解决方案。我们并不是很单纯的一个设备制造厂。那可以谈一谈说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目的哦，你们个人觉得说你整个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？我们希望给客人带来说，你可以找信义讨论你任何在生产上的困难，那我们会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给你，包括说我们这次在展会上有推出，水性的射母的，dosing 的部分，包括称重式射母机，包括我们的高温型射母机，还包括我们新的吸料机，跟我们在自动化整个包装整合方面上面的一些案例。那当然，因为展会的场地有限，我们没有办法展出所有新意新产品。那所以说，建议各位到我们新意.com参观，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应用方案，那可以供各位参考。谢谢。那除了一个形象上的改变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在实际上业销售上啦，或者是一些行销上有什么样子的特别不同吗？所以说，我们在新意.com里面有针对不同种行业推出的不同的应用方案。那包括我们的 PED 系统，包括我们在医疗的部分，包括我们在食品的方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说明。那针对这些行业类别的话，推出不同的系统方案。那你个人觉得说，整个客户给你们的回馈跟反应是如何？所有的代理商跟客人感觉说，哎，信义不再改变，而且带来的形象是蛮清晰的。那我相信大家给我的感觉是，我相信信义走的方向是正确的。欢迎大家来信义的摊位看看，走走。了解。那在未来有什么样的策略或计划呢？那当然会在未来，我们在我们的类型跟机型上面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整合。讨论 simple solution 嘛，那就是简单的解决方案。我们会简化机型，那给各个人就说，哎，我可以很方便的去选择，而不是很复杂的一堆参数。那这是未来我们这一两年的在进行的方向。OK， 那我们也看到整个新意集团呢，它不断的在推陈出新。那我们也预期哦，能够这次能够展出成功。谢谢你的专访，谢谢。好。谢谢。